ABI V30 高画质行车记录器， ABI随行畅路无比。选择 ABI V30 高画质行车记录器的六大理由：一、高画质 Full HD 1080p 比别人拍得更清晰。一般市售的行车记录器画质大多为 VGA， 解析度为640×480画素。比较高阶的 HD 解析度虽然可以达到1280×720，却无法真正达到 Full HD 的水准。ABI V30 高画质行车记录器才是您的需求。Full HD 1920×1080解析度，而且可达每秒30格的严格要求。画质测试，清晰。尚可，模糊，我们可以看到 V30 Full HD 1920×1080的画质最清晰，它排1280×720画素的尚可，而至于 VGA 640×480的画素就很模糊了。 ABI V30 高画质行车记录器具有三种录影格式选择， 1080p 30fps， 720p 60fps， 720p 30fps。V30 每秒60格画面，更能拍摄高速移动的影像，流畅不停格，不产生残影，影像清楚。它排模糊不清，不仅残影，还会漏格。二、低照度500万画素感应器，明暗场景比别人更清楚。ABI V30 高画质行车记录器采用高感光低照度 CMOS 感光元件，在暗部表现得更清楚、更细致，不会产生 LED 灯反光干扰视觉的问题，更不会像红外线造成色偏的问题。暗场景测试，清晰。尚可。模糊，无论是进入隧道，或是夜晚场景，甚至室内停车场，都是 V30 最清楚。它排的记录器不是模糊不清、色偏严重，就是 LED 反光造成驾驶员及对向来车的困扰。三、单件紧急录影比别人更快速。V30 除了具有三分、五分自动循环录影不漏秒之外，更有紧急录影钮，遇到紧急事故时，按下紧急录影钮，可立即储存按钮前后各一分钟的重要画面，确保重要影像不漏失。四、120度平面超广角，视野比别人更广阔。ABI V30 高画质行车记录器的平面广角镜头可以达到120度，但却不变形不失真。现场测试，左边的鱼眼广角镜头严重的变形失真， ABI V30 高画质行车记录器真实的呈现原貌。五、移动侦测节能监控更安全。启动 V30 移动侦测功能，因为镜头前方无动态状况，自动进入省电模式，一旦侦测到有动作，马上开始录影，并可存入启动录影前5到10秒的画面，除了节省耗电与记忆体空间，真正可录到重要关键内容。六、体积最小，荧幕最大，比别人更精巧。 ABI V30 高画质行车记录器不占空间，不影响视线，面积只有7×7公分，厚度仅3公分，却有2.4寸的超大荧幕，回看最清楚。 ABI V30 高画质行车记录器六大选择理由，让您行车放心游。 ABI V30 高画质行车记录器，值得您信赖的行车记录器。画质清晰 1080p，画面流畅 60fps， 最佳录影格式 H.264 动态录影，视角广不变形，120度平面广角镜头，夜摄功能最清楚，移动侦测最安全，紧急录影最放心，体积小荧幕大最轻巧，
内建电池不怕断电，双重保障。HDMI 大荧幕高画质输出，符合 ROHS 标准，国际 CE、FCC、BSMI 认证，不干扰 GPS 卫星定位系统，全机抗高温设计，行车选 AB， 畅路无可比。